我是正次，今天要来跟大家开箱将这个海贼王千阳号的船舰收集，一起来开箱吧！噔噔噔噔噔噔！哇，里面还要把它包装好哎，航海的水花哦，这个不是我们的旗帜吗？旗帜的贴纸。里面还有一个，这是什么说明书吗？来看一下。我没浇水。等一下，我看这里面也没浇水啊。GOD， 我在干嘛呀？我要组模型，但是我没有浇水哎。那势必得先买个浇水了，我必须得中断我的录影了。好了，没关系，在有浇水之前，我们还是来看一下，就是总共会有一个全日文的介绍的简介，然后加上他告诉你这边要怎么组这个模型，不用担心，因为呢，它上面呢其实是汉字，所以你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。话不多说，马上开始。好，它这边有步骤，这是步骤一、步骤二、步骤三、步骤四、五、六。简单来说呢，就是这片东西拢给它拆拆落来就对了。开始，小心哦，不要把它折坏了，它需要一点巧劲儿，折坏就掰了。像这种很 detail 的，真的要很小心的折。完成，图像一，小绿插上去，把它倒上，噔，我完成第一步了。第二步，它是在这里吧，所以我们要从这个拆耶。那我是不是该把它全部都拆完？因为完全没有照着步骤来。好，就是先全部把它拆光光吧。真的很容易不小心断到它旁边的脚哎，然后我都会不小心以为是我自己弄断的。啊，这次，这次真的被我弄断了，惨了，它真的断了，悲剧！我真的要搞一个胶水来粘了。当，我太暴力了，它被我弄断了，惨了，倒不回去了，先放旁边。骷髅头啊，完成，流一堆汗，这个弄碎我就GG了。最后一个了。如果你有指甲，跟我一样有指甲的话，你可以其实压着它往下拽，这样比较容易弄掉。有的很好弄，有的真的是很不好弄，就像我刚刚那个，它太细节。就是不小心弄断，像这种的就要很小心。噔，全部完成。第二步骤，走到需要粘上这个贴纸，没有指甲的人可以买个镊子。这里有一个门，就是叫你覆盖它的门的意思。手要很巧的人才有办法弄这个。重点是这个小点点这边超级多条的，看来是第一个。然后这边有弧度是对着这个炮口的，这个不是我一开始就是不小心被我咬断的吗？可是我发现其实没有太大关系，谢天谢地，它这边直接这样兜上去，应该就看不出来了，太棒了。然后这个再放上去，耶！噔，总算粘完了，而且还是两面哦，太累了。糟糕，里面这边半边没粘到，我要把它再拆掉重弄。真的是太蠢了，喂啦！
好不容易，终于，噔，完成！天哪，贴纸都被我弄烂了！捏捏捏，好，黑羊后完成了，耶，超可爱！是很明显的呢。你可以看得出来我的开头跟结尾是一起录的，因为呢中间我怕我做模型的时间太久，所以我先把它录起来。那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呢，请帮我按个订阅，然后加分享，那就下次见啦。